Hello， 我是媚娘，那个刚刚我卡掉了，声音没有，现在能听到吧？现在可以吧？可能是我这边刚刚有点卡，有点病毒吧。喜欢媚娘可以走一走，66可以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我看看，等一下。谢谢无锡，谢谢有声音，看，等一下。什么歌曲啊？
当初的两个人，互不相让还是相爱，分享一生，不爱热闹，喜欢两个人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哇，谢谢谢。唐曼舞，所以说跟你们刚跳的是情感舞蹈，可能有点柔，可能有点柔，等下可以再来一支学舞蹈的不懂得表达什么。我表达我很开心，对吧、哦、谢谢，很开心，然后再给你们来一支舞蹈，可以把这个来激情的，那你们把色色的表情走一走啊，色色的表情走一走啊，嗯，来一支剑舞吧，让我跳剑舞的话，那只有加特林，不知道你们见过吗？能见过加特林吗？加特林，加特林，突突的突突，那我突突一个给你们看，突突一个，然后我们再进入慢舞阶段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，陪伴我漂洋过海，经过每一段旅程，新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，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，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。
那个曲儿不太适合我哦，喜欢妹呀快关注一下，我叫武媚娘，视频下方有个直播通知，我可以点一下关注，看跳就来93成绩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记得预约一下五星五素嗨翻天。管理家中管理呢，管理好像忙着呢，跳个兔子舞的。哎，今天你们都喜欢兔子舞吗？等一下那个还有5分5秒钟。